有。欢迎收看，看错机，看错机，看错机。欢迎收看，现在才知道。现在宅知道了。现在宅知道。宅知道。现在宅抱抱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现在大错赛。你为什么？哎，说到这个，要跟观众们讲一下，真的很抱歉，那天礼拜一电玩抱抱圣洁时，他们就玩给他们来，我不是有喝可乐加鸡蛋，对，然后回家，我当天回家11点多的时候，我就是离不开厕所，我就一直大岔塞，嗯，欸，不好意思，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聊岔塞的事情，现在健康，现在健康频道，然后我就以为，因为我前两天刚好肠胃炎，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肠胃炎就复发了，然后后来观众就留言跟我说你。当下实况的时候，然后生病，对，然后那个卤蛋也是，然后就想说，那我们三个应该是有关联。然后因为你可能没开台，所以没有人问。可是我完全没事，对啊，完全是八字很重哎，是跟八字屁事。我刚好周末跟星期一的时候，本来身体就不太舒服了，感觉哦，对，就是头一直有点痛。嗯，我周末的时候就一直吃头痛药，嗯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。那天回家就是开直播，本来就跟卤蛋说好一起玩那个恶灵古堡这样子，嗯，然后玩我以为我自己是3D 晕，嗯，就是玩一玩就头晕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自己玩自己晕哦，就是玩你原本就有一点吗？的時候我本来没有啊，哦，可是有的时候很累很累的时候玩，有的时候会晕这样子，嗯，而且那一款游戏之前有晕过这样，嗯，后来想说哦，可能是我3D 晕，结果肚子就突然就脚痛，是脚痛，真的是脚痛哎，欸，很像那种痛，很像那种贫血的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，就是会昏倒那种。啊，就是以前小时候，哦，我知道，就太痛了，就是你会这样，然后对，可是我还在直播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让我说好痛，我说好痛，然后我就叫我女朋友说，你帮我接一下，然后我就去旁边，我就躺着，哦，你是就在一起，我就先躺着，不舒服这样，然后他就帮我打，然后我打一下就，我就去厕所，然后就吐这样子，天哪，我吐完之后就觉得身体很重，我就说我要躺着，然后就睡着了，哦，真的，哦，嗯，然后睡着就好了这样。就睡觉就好，睡醒之后就好了。我也是拉完之后隔天就好。应该只是把它不干净东西排出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东西不干净，还是我本来就那两天都是。我们那天吃什么便当？可不可能？可是不可能，因为全部它都一样啊。啊，我都没事啊，全部都一模一样啊。因为他喝一小口啊。哪有？我就喝一大口，我就说我要喝那个大，哦，最后，哦，然后就喝不到。哦，对耶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欸，你真的是八字重，胸部又大哎，欸。我要开心吗？嗯。对，然后我要讲就是，有人会去。跑去骂玩 game， 干嘛骂他们啊？真的假的？就说是他们害的这样子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是不是，很无聊哎。对啊，不要这样。要怪，其实怪我，因为是我主动提议说，就是请小编来买，就是很抱歉对卤蛋跟六碳很排斥，就让你们打拉肚子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只是节目那个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不是蛋的问题，因为他没事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没事，啊。所以我觉得没差，因为我们没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去。其实公众人物就是有些地方很辛苦，像我昨天去录就是那个美食节目，嗯，然后其实我还有一点肠胃炎发炎，可是你遇到什么你就是要吃什么。然后像我们有些艺人他们不吃牛肉，可是那天介绍牛肉，他们就必须要吃牛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就是没有办法。有工作，因为你一定会跟神明说对不起，因为我这次工作没有，就是 不能拒绝的这样，嗯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公众人物就是比较辛苦一点，辛苦了，对啊，不过吃的东西还是要小心呐，啊，对啊，像我们那样搭配可能就是错误的，大家不要学。谁会这样搭？拜托，还生蛋，欸！就玩 game 的下午的直播，自己去他们叫他们配好了，请他们喝，叫他们喝。对，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行。还是以后他们的新，他们不是说可能有新节目吗，嗯？他们节目就只能喝鸡蛋加可乐，然后便当只能配鸡蛋加生蛋系列。他们叫什么？生蛋系列。叫他们叫什么？细菌爆爆。烙塞爆爆。烙塞爆爆。哎，他们就是一个，他们一个月之后变超瘦，每个都是华生。对，华生已经不见了。华生已经骨头了，已经石化变骨头了，不见了这样子。我今天来 cosplay 骷髅战士，对，然后进场还要我们小编推轮椅进，然后拿一个盾，拿一个剑，哎，我是骷髅战士了，快拿不起来了，一直抖，太夸张，大家小心身体啦，小心身體。对啊，大家小心身体啦，好不好？哎，为什么你今天发型那么美丽？我觉得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不跟你们说我要留中分吗？然后你们有发现，在这留中分这一个月，我不是戴帽子，就是什么，就刘海，然后用两颗黑毛，就这样夹起来。我还支持住，哎，我现在还支持住，受不了类型。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自己有点阿展，就是头发的过渡期很难忍，这样很难。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比较正。
真的假的？可是因为我短的时候就会想说想要试试看，变长就人就犯贱、啊，而且我一剪完，然后怎么、啊、我又一直照镜子，然后跟我的造型师说，我真的有点觉得自己长得很奇怪，因为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有看过自己的刘海，我就说我真的觉得我很怪。然后经纪人在旁边说你真的还好，我说我真的很怪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坐电梯，刚才从地下室上来，然后我就一直照镜子说我真的很怪。没有，自己都会这样觉得。是吗？我已经习惯了、欸。像我一直都觉得我现在头发就是很难看，所以我就会戴帽子。有吗？对，可是我旁边人就说没差啊，根本没差。有吗？可是我就觉得头发太长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因为我头发这样上面很长的时候，上面就很塌。嗯。可是旁边，因为你不抓的。不是，也没得抓，因为很长。然后可以抓。我头发很多、嗯，很多也没得抓这样。然后旁边就、嗯、旁边，因为之前都会。剃到没有，嗯，所以它上面长很长的时候，旁边就会微长，然后微长就会往旁边这样子，对，往旁边长，对啊，所以中间就会塌下来，到旁边这样子往旁边擦，好帅、啊，然后就哎，赶快把它戴起来，对。可是男生剪，你不都去什么一百的那一种，很容易就有位置。可是就跟你一样，就是想说想留长啊，可是过度就是留长一点，你可以剪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可是。嗯过渡期就会觉得说好难还是所以你现在想要留长，留到你以前那个高中那个头发，还给我绑两，你说他戴个绑那个吗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看到我的照片？我们玩中二照的时候，你就有给我们看啊，自己偷一偷，我忘记了，自己忘记了，是在那边，是在那边，不用拿。所以你要留到那样子？没有啦，没有。不要留到你之前可以这样子，先留着看要干嘛？嗯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、哦，再看怎么处理，说不定哪一天也跟你一样，就是照镜子说。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好丑，然后就剃光头，因为头发，因为我头很大啊，然后头发一留长，就会觉得说，就是头超大，所以才会想要说剪平头。你还记得你去未来我们同一集那个时候，你那时候就头发长长，然后抓很帅、欸。那是有人抓啊，你自己不会抓吗？可是我抓，比如说我上班我抓抓，然后戴安全帽，然后去公司嗨大家好。可是你们那一种不撩起来就好了吗？把它这样撩一下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不是这样往后。那你也要是够长可以撩啊。那你现在就留那个。因为我的头发是往前长的这样。对，这样子往前长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没办法撩这样。啊，是哦，我觉得刘海很烦。而且我头真的很大。一撩起来，那头怎么这么大一丛那样？哪有、啊？就是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借我进去，然后头卡到门这样啊。你在那边夸张，你头真的啊，头真的很大哎、欸，我几乎都什么安全帽都戴不下来、欸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我整个安全帽店里面大概只有一两款是可以戴得下來。看不出来、啊，你头这样看很正常啊。对啊，你头这样看很正常、啊。你脸很小哎、欸。没。脸、啊，他脑袋大。你们两个讲我脸小，有没有、這個？我说你在男生里面算脸小的。我知道他是脑袋，是下巴，后脑大，后脑大，脸小，后脑超爆大，超凸出去才叫大。因为我里面双核心呢、啊。哦、欸，双核心很流行。那你的意思说像身体头很小，就是脑袋空空的？没有，我脑袋非常扎实，全满。单核心 CPU 100%，常常讲说不太了解，这个时候 CPU 100%，但已经跑到底了，真的想不到。没有，就开玩笑，我真的是头蛮大的，我小时候他们都。就是说很头很大，头很大，这样一直讲。真的哦，对啊，大头大头，真的很大，吓人，夸张。那你们全家是只有你头大还是？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像不是帽子后面都会扣那个，像扣这个吗？对，你要扣这个。我从来对。啊。不信你给我戴。你要扣到最后面是不是？我要扣到大概最后两粒吧。最后两粒，夸张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有遇过我的朋友哦。你看我这个这样，完全没办法下去。啊、真的。这是我的头啊！你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有男生的朋友是连最后一个边啊戴上去就卡住，然后他一定要整个打开、欸，真的，他头长一飞满，他头超大，我有他头满，他是小时候被拉黑拉到上面变超大一个这样，然后哦大好大大，谁要拉黑啊？第三卓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看两格，哦两格又太大，你这个比较大一点。哎，你这个很大哎、欸，你拿那个经纪人，你拿我的那个任性的那个帽子，黑色的，三个，就是只能扣三个。哎，真的？那你算还好，哎，我不知道男生基准到哪里。拿好啊，差超多的。我知道了，叫他戴就知道男生的基准在哪里。我头应该也算小。他戴，他头感觉很小，他脸超小的。对啊，六探只是后脑大。他脸如果用 Photoshop 我的照片，然后他的照片同样像素贴进来的话，只到这边了。没有，你们脸很小，是你后小，是你后巴掌脸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小心。哎、欸，那你戴这个看看。喂，大家现在说随身戴帽子任性。我是个任性的人。有钱就是任性，好不好？我是穷人家的任性，对不起。没钱也要任性一下。三格，对啊，差不多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样，哎、欸，那你戴，你拿去给他戴，看男生应该本来是戴到。
厉害。给他带看看，给他看。你看，你看我的，我戴到上面，欸、像戴一个锅子一样。真的，它像个碗盖一样。哎、欸，超松的，是不是？它好像小朋友戴爸爸的帽子的。他头聪明跟我一样小哦。还有什么？你来，对，他不会烧我头上，我接，对，让杰林接，让杰林接，哎、欸，差一点呢、欸。我是老板，我那个我是哈利啊、喔，我是老板的，再给他五个帽子这样，他夜市这样丢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我这样我很大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围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多大？真的有点大哎、欸，我戴安全帽啊，戴下去啊，会是。中间是空的，因为前后太远，因为后脑太大。对，然后戴上去之后，然后上面是空的，然后就很高。哎、欸，好嗨哦、喔！就这么高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是魔人啾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差不多这种感觉。魔人啾啾、啊，就叫小魔就可以了。性感小魔人啾啾，什么东西？超屌的。哎、欸、我不想说，哎、欸，有学生看到你那段，然后什么？哦，你还翻到第二頁没有吧？那已经到第二页了，好不好？第二个是大家都怎么打发待在洗手间的时光？啊，尿尿出来、啊。待在洗手间的时光是怎么样的？什么样的时光？为什么？是屙大便的时候吗？啊，尿完尿就出来，干嘛待啊？因为我耳也很快，我也超快，我耳也超快，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带手机进去玩。哦，就是看我没有空。你不觉得耳完了，你还在那玩手机，不觉得那个屁股如果大便干掉怎么办吗？不会干掉，哪那么快干、啊？不会干掉，然后可能干掉。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水，然后粘在屁股上，然后大便干掉怎么办？你的大便很黏，你的马桶旁边是有装一个抽风机，是为什么那么快就干了？没有，它是一边大便，然后有那个吹风机热的这样子。嗯，不、欸、是啦，鸟屎都这样哎、欸。为什么？鸟屎每次只要大便，它就要吹风机啊，吹屁股、啊，不吹会有点吹不准，吹全身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都是洗澡之前大便，它以前就有讲过，它洗澡之前就大便，它就會把全身脱光光，然后坐在马桶上大便。然后他就会拿吹风机吹，然后才可以到上厕所。吹，肠道就热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他就是觉得吹，然后有那个好猛啊！对，他如果以后很有钱，他可能会把马桶盖在阳台，就直接吹自然风这样子。应该是全裸，应该是没这么奇怪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有朋友是一上大号就要洗澡，就是有洁癖，好、嗯，所以他们在外面都不大便啊。他就是能可以选的话。就是当然不没有办法的话，比如说出远门啊还是干嘛，那他一样上厕所。可是可以选的话，比如说快回家干嘛，他就会忍到回家。哦，可是我是不一样，我是去到一个新地方就先想大一坨便。对，就做个记号的。你就是把东西留在那里的人。就第一次来麦卡，哎，26楼哎，然后直接转弯去厕所这样，然后先在那边标记一下。OK。所以说我们如果麦卡定个传点，一直换那个楼层，你就会一直去大便。有啊，真的，我连捷运站都。我曾经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每一个捷运站的。所以你台北攻略了吗？没那么厉害啊， 哪那么多屎啊？还硬在捷运站走来走去，还去吃很狂吃面包，都想拉屎，也太奇怪了吧？想上再去啊！哦，今天是大安站，今天是台北车站，然后就骑车过去。太奇怪了。他说好很上手，不行，这站已经上过了，再忍两站好了。这样的话受不了，这样真的超远。没有，就是觉得不知道，就是做记号的感觉，踩点。好，我只能在熟悉的地方上厕所，认马桶。对，你认马桶的人，对我认马桶的人，我也认枕头。你耶，所以你这样算认床吗？认枕头算认床了吧？认，你带枕头就好。没有，或是带一个衣服，然后放在那个枕头上面。所以是味道吗？不，也不是味道，感觉是感觉，心理作用。对，是心理作用，因为我会没有安全感。我是会认马桶，除非真的不得已，不然我也会。除非我觉得它很干净，像百货公司那种很干净，我才敢上，不然我都不敢。我超级不认马桶哎、欸，没有马桶也可以啊，直接蹲在草里面。反正不行，你现在在这边示范，我不行。不行，那这边节目上怎么可以、啊？我可以帮你剪，我们节目这么随便可以啊。然后等下就解裤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些很奇怪的味道啊？”哎、欸，很大出来啊，喂、嗯，不是因为你刚刚叫我做的、欸，是你刚刚叫我大的，装好可爱啊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我是。因为我有想上厕所，就要想要赶快，因为憋死你不会这样吗？就是你憋了之后，然后就不想上了。不是啊，会，因为会干掉，就不知道怎样了，就不想上了。啊，不干净或是上不出来，就是上不出来啊。不是，就是你很想上很想上，但是你就没上啊，没上，然后可能肚子会很痛，会干嘛？哦，对。可是过一下，然后又不会。下次再上很痛哎、欸，屁股。你知道，我最多就是忍三波，这是一个总攻的概念。哎、欸，三波还蛮多的。三波，第三波来，大概就是超级小兵的量了，哇。第三波也太多了，对啊，你可以忍到变成羊屎了，一颗一颗小小的。哦，那很难大、欸，超不
舒服的。所以就是呼吁大家，就是有屎就要拉，有尿就要拉，就是不要憋，是不是？做人就是要实在。年轻的时候想说，哎，拉拉无所谓啊，年老的时候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搞不好会有很多毛病。真的。是。好，下一个是据说哈、哦、，Google 宣布他们要更改公司名称为 Alphabet。Alphabet。Alphabet 就是字母。字母的英文哦，对，就是字母。嗯哼。所以他就是，其实是。他们也是一个类似宣传的手法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会拿出来讨论说，哎，很酷，这代表说他们会收购 A 到 Z， 哦，还有主题，对，像 Google 就是 G 了，嗯，所以他 A 到 Z 的，他每一个都会有一家公司，他们会是这样想的，哎，好酷哎，对啊，所以还蛮有话题性，不愧是啊，全世界最厉害的广告公司，很可爱，很会想，你说什么？你拿再一次 ，Alphabet， 嗯，好 ，Alphabet 就是字母啦，字母。好好，对啊，所以他们就注意，我刚才学了一个单字，哎，哇，以后没办法上那个虾拼，不是 Alphabet， 不是虾拼 ，Alphabet，Alphabet，Alphabet， 好吧 ，Alphabet， 它没有 L Alpha， 那个 A 还是 B？ 如果没有后面的 B E T， 就是那样 ，Alpha， 就是那个测试那个 Alpha 嘛 ，Alpha， 对，可是它后面接 B E T 就不是这样念，就变 Alphabet， 那个就只有二而已。Alphabet， 哎，你觉得如果我们那还可以开一个英文小教室的节目，然后请你来教学，那我当那个智障的学生，你觉得会有人看吗？我觉得不会，可是我不太会教啊。我觉得观众会气死哎、欸，教我念而已嘞，观众会气死啊，念，观众会气死，而且观众会笑死，不会气，他们觉得白痴啊，前一阵子智障的好彻底哦，对对，这样你开心吗？我可以接受啊，因为反正就算我不学，他们也骂；我学，他们也骂，是不是？干脆学学，我还可以前进大步。你们在笑吧？学了你就不能去上那种英文的，然后都被人家笑嘞。没关系，可是我求知欲很强。开，那你直接去补习班上课好了，不是比较快吗？补习班要他想要大家一起见证。我觉得网络上面很多教英文的已经，就是很多人因为他是本来就喜欢去。教别人，虽然在网络上面都会有很多那个，我以前有看到有人教开直播教英文，很久以前。你说嘞？啊，好吗？就是，而且他是因为他有玩那个电竞的东西，所以他会从那些单字开始教，就开直播，而且他有讲义哦，就他有做讲义，然后你可以去下载。真的假的？好棒哦！然后他就开直播，然后就会教大家一下，超级学英文台，对啊，超厉害。我就觉得说，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就是学，就是。教育的玩游戏还可以学英文，他本来就你最专业的游戏英文频道，哦，不知道在哪里，那台不知道在哪里，已经把我关了几年了，对啊，反正他就是他本来就他很他好像本来就在修，他反正他未来目标终极目标就是会要当老师吧，哦，然后他就先从直播开始锻炼自己，哦，然后也顺便教人这样，可是就真的会有人去跟他请教之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有棒，但现在不知道去哪里，哎，现在可能真的在一间补习班当老师，对啊，他只有一般成绩，没错，没错，下面一个，掌上型机种 Smash Zero 11月开放预购，预购价要$299，然后有影片，不点坚持这个好酷，还蛮不错的，真的假的？不是 smash 吧，是 smack 吧？哦，我念错了。smash 是恶作剧意思，对不对 ？smash 是咒人，咒，夯下去的那种，就是 smash 吧，应该。smash， 他还是念 smash 吧？应该还是 smash。哎，就这样。站住了。啊。也没看到什么，对啊，没看到什么，我看到按钮而已啊。不过它是掌机啊，不过现在会选择要出掌机，我觉得还蛮勇敢的。对啊，因为有这么多已经被大家说要肯定的一些机型了。对，而且那些肯定的机型也差不多快挂了。我之前你还敢出？我之前有转贴一个超小的，像那个信用卡一样的掌机，超想玩的哎。信用卡？像信用卡一样的掌机，然后都是那种很基本以前那种怀旧游戏。哦，那很方便呢，你拿手机开始玩呢。那个手对男生来说太不方便了，会吗？因为男生手都很大，那男生要这样。可是他们在示范都是男生，他们玩得很开心的，他们难道这样？你还会买吗？他们他是不是脑袋？他可以找我去。哎，他这样子然后
很难按啊。单核心，单核心，真的很可怜。不是，他难道找我去？那你们拿、欸、太小难用死了。你们拿 iPhone 四跟五有很难按吗？没有、啊。我觉得很难按呢、欸，很难按。我觉得连六都难。可是它只有一个转跟四个按钮而已。很难很难，真的很难。都不要买啊！小朋友，我没有买啊！我又没有买，你干嘛生气？我没有买啊！我没有生气啊！像我不知道，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关系。哦、oh, ，对，小朋友是真的没关系。小朋友玩手机，我也觉得他们玩得很顺。嗯，可是像我觉得我手蛮大的，然后玩手机，我光是拇指摆上去，我就觉得我已经看不到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我都觉得有东西被遮到。那怎么不买 Plus？ 那是我啊，不是，可是 Plus 又太大了，就是以一个手机的功能来讲太大。可是打电动我会想要大一点的、啊。哦。可是用手机，我觉得小的大的，对，五也没关系。如果只是用手机，对呀、啊。可是要打电动，还会希望大一点。嗯。而且他们出掌机。就现在大家就是出门就带个手机而已，嗯，你要带掌机真的没什么时间可以玩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对啊，你去餐厅大家都买滑手机，你要搬一台掌机出来就很怪啊，对啊，现在比较怪，以前可能比较正常，现在人都还会觉得带 3DS 在上有一点点重量，对啊对啊，何况是我已经没有在看过捷运上有人玩 3DS 之类的东西，啊、再也没看过了，就真的比较少。大家都在滑手机，对啊，这是真的，手游太多了啦，因为手游太多了，除非真的是那些大作的忠实粉丝才会真的还拿着 3DS 在手上。对，可是如果真的是大作，真的要玩，他躺在家里玩就好了，嗯、在家里玩就好了，啊啊、也不用说出去，因为出去其实，除非你要通车，比如说通到南部之类，然后坐个三四个小时的话，嗯，你拿出来，你带那个东西去玩，我还觉得 OK。嗯，如果因为你真的如果是那种大作的话，你大不应该说你如果是平常只是坐捷运那种短程的话，嗯，你应该就是手机滑一滑就过了。对，我连从坐火车回，就是比如说桃园什么干嘛的，我都觉得要把。比如说 3DS 拿出来打一个什么东西，我都觉得嫌麻烦。哦，我坐坐飞机的时候会。哦，这么长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坐飞机的时候才會。对啊，所以就是掌机就比较难做现在。对啊。啊，以前掌机是想说大家可以拿出去什么连线对战或者是干嘛的话，就现在就不用，现在就不用。手机就可以连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怀念以前，就每个人带着一个 ND， 那时候是 NDS， 然后大家去同一个地方一起连线打，嗯、好好玩、哦。真的，一堆人坐在地上，超宅的。对啊。哎，可是你知道这就是青春啊。哎、欸，以前现在地下街应该比较少、啊，还是有。我每次去买东西，还是有一群一群会聚在一起在那玩。哎、欸，以前我去那边的时候，那真的多到会被人家骂、欸。你说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在那边据点、哦、超聚满。就是、都坐在地上啊，然后那个延长线就又延一个，又再延一个这样子，然后就地上就只有延长线，然后全部线都插满，然后就跟圣诞树一样，就长在地上，然后全部都是那个，然后大家路人只剩一。走到对，大家都要省他们，超夸张，对啊，以前超多人的，夸张哎，词儿，真的。下面一个，看过《圣斗士星矢》跟《银魂》吗？最爱恶搞的《银魂》也将炮口指向《圣斗士》了，影片，真的假的？喜欢《银魂》，我也很喜欢《银魂》。从这首歌可以开始。お前を呼んでる。可是我不想听这个。哦哦。哈哈哈太夸张了吧，这个、欸、好像很帅哎、欸、连那个猪都写好帅啊，后面是阿妙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、为什么他穿女装，他们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、那个龟啊，拿什么衣服啊，买哦，有点帅，他也很帅，他本人很可爱哦，北兰哦，很好笑、哦，我超喜欢银魂的，真的、哦，他们超敢闹，就他们什么东西都敢开玩笑，真的假的？嗯、我没有看过银魂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反正他就是一个比较，他是一个很极端的卡通，他有的时候帅的时候很帅，比如说打架或者故事很感人或者干嘛，哦，他故事非常都非常好看，可是恶搞，我说这是超白烂。我超级推荐，可是要懂比较多动漫的，可能跟动漫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常会，因为他恶搞，哎、欸，对，他恶搞这样。我最近才想要把，因为我那个什么海贼王，我那个新世界
之后没什么再看，我在想说从新世界开始全部追回来，可能要追很久。我在想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要等结局再追，我想等结局再追。结局你等到变阿嬷吧，变阿嬷我就有时间看啦、啊。哎呦，变阿嬷你就有点失智了，看什么？我叫我孙子帮我放大一点。变阿嬷请看护念给你听，已经看不见了。鲁夫说：“我要这个叫啊！”你那时候连鲁夫谁你都不知道、啊，你就说我只想吃卤肉饭。我卤肉饭吃下去吗？可以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听不到这样子，超夸张。你可以大声一点吗？你说卤什么？应该是不会放智障吧？哎、欸，你家班上很多老人哦。那老人老到这样子啊？真的有啦？有吗？我有遇过哎、欸，真的有那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，说你刚刚说什么？大声一点，就是他真的是听不太清楚，是真的啦。你刚脸好笑，你脸才长得很怪，没有很奇怪啊。每次强烈攻击、欸、网友每次都说我欺负 Sandy， 我根本没有欺负他吧？你是欺负所有人啊？对啊，一视同仁。你装什么可爱？你刚脸超恶、喔，你刚脸超。他说我很冷，他说我装可爱很冷。他刚刚在鱼类，我说你傻眼才像智障、欸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鱼类，我刚刚真的像鱼类，对不对？不是鱼类，我像鱼类，怎么有点像志村健那种感觉？我像志村健，志村健每次有一些突发状况，他都。你在弄一次，这就是反应啊！搞什么啊？神气，下巴掉下来，你没看志村健吗？胖子，你什么时候停下一趴？好了，我们来看翟小五哈。第一个翟小五啦。Work car。Work car。哎，来来看一下。Work car。应该直接叫 Work car 就好了。Work car。日本 Cocoa。Motors 公司打造的电动滑板 Work Car 如轻薄型笔电般轻薄，滑板配置锂电池与动力马达组合，使用者只要充三小时的电，就可以踏着 Work Car 享有最高10 km/h 的最高滑行速度与12 km 的续航里程。还、啊、有影片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有26,000有点贵。多懒的走路，好好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而且这样很平啊。你走台湾人行道给我看。对啊，日本是台湾平啊。现在台湾都很流行，有点像这样子滑。哦，我知道那个，对不对？两个轮胎那个。对啊，现在到处都有人。大家是多懒的走路。我觉得到底多懒。我这个人比较快。可是你用的地方很少啊，超少的，都是就是室内地方用品。可能就是公司内移动吧，超惨、啊。开会了，开会了，大家总在一起。哎呀，不要打，别打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我来台湾去看看。哎，你家还下去，我就买了。哎呀，不能及时闪人，它可以这样，马上就下来就停了。哎呀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上过，真的假的？扭力这么高、哦欸，真的假的？那不知道还蛮实用的哦。直接把货放上去，请他自己上去，人都不要上去了。对啊，自己走，自己走，自己来。好好笑哦，这是梦遗大师的移动方法哎。是这种一大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大话西游那个、啊，不是，我就看别人在后面抢滑板，那个是滑手，是台湾鬼片吧？还蛮厉害的，他们地震是停到不行的。哇塞，看护必备，厉害，可是很屌哎。就是看到台哥，台哥坐在这个进来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。阿龙说：“我马上买。”哎，而且他可以跑12公里，其实很远。对啊，还蛮远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哦，比如说像我现在，我就开 Mansion， 然后我们就一边直播，然后这边我的那个脸书也在直播，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很有趣？你开，你开，因为我上次就是在别的频道，可是这边信号不好啊。对啊，可是我4G哎。那你开收得到吗？应该可以啊。你开，你开。嗨，我害什么啊？那那你们继续讲，我来设定一下好了。好啊、那我们那下一个是什么？来看下一个好了。Lexus。哦 ，Lexus。研发新式磁浮滑板，又是磁浮滑板。到底大家多懒 ？Lexus Hoverboard。
原理就如同磁浮列车，里头借由液态氮所冷却，保持负197度低温的32块超导体，再将这块滑板放置在磁性轨道上，可使这款滑板在距离地面数公分悬浮于空气中滑行。这种炫有没有影片？空气，有有有，来看一下。下面可以看聊天啊，而且很及时，超及时，猛喔、很猛，我觉得超猛的。你为什么一脸痴呆？我没。他说六看超级羡慕，哈哈，没勾。我没要羡慕，可是大家会一直问说为什么不用？就是再次跟大家讲，因为六看他就是没有挂那个他的那个人头照片，就没有办法通过申请。不用人头照片、啊。不然呢？其他很多人也没有人头照片。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已经过，像那种什么拜拜啾啾，他们已经过了一个门槛了、哦，然后就是可能连台湾的 Facebook 都知道他们是谁，就直接让他们通过之类的。嗯、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还不错的是，你看像我这样子就是直播，然后就在上面贴说我们麦卡贝正在直播中，想要看全部就可以点我们的网址。来增加我们这边的看台的人，这是另类的一种彼此打彼此的广告，厉害厉害，蛮多人用这个，我看现在好多好多艺人在用、啊，对、啊，而且现在 Facebook 超机车，因为他们刚推这功能嘛，嗯，所以只要有发这个的话，几乎都看得到。对啊，因为他就是你很多其他你很多其他他的 post 你都没看到，然后他只要是直播，你都会看到他跳出来，真的假的？那我每天都要发，我连我没有点赞的艺人开直播，我都会看到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他会有那种推荐的贴文，有没有？就你没点赞啊，然后他都会跳出来，好酷哦！对啊，对啊，那种多，我就觉得说，哇塞，过分，过分！我贴认真的东西，你就给我遮蔽，这是还不错哎。虽然说我们人数刚刚是从6000，现在跑到7000，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功能，就是让我们没有 PO 麦卡贝连接哦。有啊，我就 PO 麦卡贝连接，哇，超级互动哎！对啊，这是超级互动。而且我们现在有我的手机有接近6000人在看嘛，然后我们麦卡贝是7000多，哎、欸，这真的不错吧？另类的一种打广告的方式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就是 Sandy 这个 pose 可能会有很多人想杀掉，杀、掉六碳。我根本没碰到六碳，那你怎么可以趴在六碳身上？我谁啊？你要生气？根本在这边啊，他没有碰到我、啊，我根本没碰到六碳啊。你挑拨离间，他碰到的是我、啊，有音乐，碰到的是我、啊，在下面偷偷用脚踹的。下面一个 ，super 玻璃杯，我们来自查。对打 ，super， 注意哦，我今天学到很多单字哦。这是名字，其实不用学。super，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。好，他是采用那
个细胶材质做成的，它的手感呢就和一般的细胶材质的杯子一样，揉捏它就会变形，而且它从桌子掉下水，地面也不会破坏，也不会破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还蛮酷的、欸。掉下来的，好酷哦、喔欸，很酷哎、欸。嗨，安安。哎、欸，而且这个比较及时，对，完全没延迟。他们都说、欸，他们都说这个比较快。哦，真的哎，好软，然后好想捏它哦，好舒服哦，好香。哎、欸，也是长得跟玻璃，跟玻璃杯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可是它，可是它捏起来都软软的。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用力捏还是会有一点，有一点硬度，所以还是有硬度啦，不然整个都软的，谁受得了？来，来，我倒一杯水给你，然后那杯，对，请喝，那就啪。哎，姐，你给你喝一杯水，这样，那杯子一放下来就，你就摊掉，直接洒在键盘上，下面做好吧。那个杯子一放上去，然后就变蛋黄哥，就嗯，好累，哇，好萌，就趴在桌上。哎，可是那种杯子可能就没办法装，比如说太热的水之类的吧，应该是吧。因为它是细胶啊。不过它那种材质，它一定会有设计过吧？嗯，就是说啊，可以。他一定会说他防什么防什么，可以承受热度。健康的人就是。可是你不觉得直接用亚克力杯之类的就好吗？就是就是啊，它潮啊，原本就哦，就是一个潮度的。对，它潮。好吧，那没什么，可能潮小物嘛，潮小物。下面一个 Night Runner Shoe Lights， 我们来看一下自己介绍。装饰在鞋绳的一种装饰，正面是白色 LED， 可照明远达到30米、270度的范围地面。后面是红色的 LED 灯，内呢是了锂电池，可 USB 充电，满电可以使用最长达到8个小时。看一下影片介绍。那哪杯连接去哪里找？什么连接？我要复制连接，就是去他们的文章啊。你确实现在才知道文章？你们小时候国小有没有那种闪亮节吗？厂商跟学校合作，然后呢？那种官商勾结，然后不是官商勾结，就是强迫你买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学校会发单子到班上，然后就问大家要不要要买，就是一定有啊。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，你买，那我也买，然后大家就很多人都买，然后到最后学校好像没有哎，很多一样的。有啊，然后家庭联络部就会写要带钱啊什么的。对啊，有类似这种的学生没有。就是踩了之后后面会发亮那种吗？然后而且有的 BB 声，也 BB 声应该是更小小朋友吧？对，小朋友小朋友。后来是那个 LED 灯，你平常就没有不会亮，然后你一跳你踩到的话，后面就会亮这样。有啊有啊，那时候有一阵子超流行。真的，而且我们那时候发生超扯的事情，就是有小朋友把人家鞋子偷走，然后美工刀把它里面发亮的东西挖出来，然后呢，那就不能亮了。对啊，就把人家那个东西偷走。小朋友打我是偷神的，大神的偷神。夸张哎！小时候就偷东西，六碳好漂亮。OK， 我要吐了。吐完我也吐过了。我觉得这个还好哎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之前就是，其实这个东西在之前就发明，比如说像六碳刚刚讲的，有一种是 BB 声，那个是小朋友学走路，因为想要让他可以习惯自己这样子，让他就是有动力去一直走。对，因为他现在一个 B， 就像我们上次介绍那个钢琴的那个楼梯是一样的，对，大人也会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那个发亮的，其实那阵子小朋友也超爱的，超爱的，超爱的，而且打篮球以前都这边干嘛？一定要看谁超大力，看谁？对啊，对。就是跳投中，然后落地，然后脚会发亮，就觉得自己帅到不行。对啊，可是我夸张，好险我不打球，我也没买那鞋子，因为我妈不给我买。我妈是你妈，我妈真的名字，厉害厉害。下面一个陈灯，我们还没讨论完刚刚那个商品呢、啊。我们不是讨论完，讨论完了，就是不是，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国外一样，可是我觉得台湾不太一样。因为国外很多地方是没路灯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就是登山客那些人是需要，没有，他们可能是晚上运动的哦，晚上运动很需要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没有路灯啊，对，很多地方啊，对啊，但是跑步的话晚上才不会有车把你撞飞这样子，对啊，可是我觉得灯，因为它那个灯还是有一点点的范围限制，就是太小，你还不如穿一个荧光色的外套，我觉得这还实在哦，而且现在不是很多外套上面都有贴那个荧光贴条。因为晚上跑步人是很危险，易胶是不是？易胶对，就跟易胶接那个。没有，他们很多晚上去运动也不一定是要给别人看，也可能自己看路吧。
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要不然他提个手电筒那样跑步也怪怪的，还是带那种探照灯的矿工那种，还蛮多都会装身上装灯的、啊，灯呢、欸？对啊，哦，说跑步夜跑步夜之类的，哦、是啊、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这是安全措施啊。好吧，可能放在脚上比较潮吧。不是又是个潮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噱头，噱噱，这是商人的阴谋啊！来来来，下面一个，最后一个，陈又陈转转乐，我们来看一下字卡介绍。想要在家里喝又陈果汁，却因为想宅在家而懒得出去买的时候，你只要使用这个就可以让你喝到新鲜而且有果粒的果汁哦。又陈，我们现场有直接把宅小物，哎，有影片呢，好可爱哦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展示到的宅小物，我们都会有宅小物推荐。来，夫人，请用水果。谢谢。怎么用啊？好好玩哦！啊，我知道，这个不就插进去吗？就像啊，对嘛，就是插进去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先用澳门，这样转转，先转一个小一个洞，然后再把它插进去。我要喝。好啊。可是这样水会从哪里出来啊？它是直接像吸管那样，然后用吸管吸。对啊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个吸管，还是多两个？你喝就好。你不喝、喔，好啊，我要喝。耶、yeah, ！等影片回来，我们再转给大家看。什么东西掉了？这个跨冰机是一样的。我讲解题了，解题了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哇，湿湿的。哎，它里面还有果肉。我看一瞬间觉得我的希望没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里面还有果肉，你们超饿的啦。因为他们，因为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小编准备的两颗柚橙。其实它这一个应该是连那个苹果啊，还是橘子、柠檬。你忘记怎么装对不对？你们看我变成一个造型水果妹了。好，然后再放。来吗？咦？哎，你看我变成村里的。还可以，它真坏了。哎，怎么煮啊？真的，小编，它可以拆开来洗，它弄坏掉了。它可以拆开来洗，可是我，对不起，我第一次开实况节目，然后就把东西弄，它有坏掉了。有它原本长怎样那个吗？你可以进来吗？你怕露脸吗？那你就你谁先拿墨汁把它脸涂黑一下？哎，小心小心。这是我们最新的小编，就是我们的节目制作人，叮叮，好不好？就是他了，他没有说明书，他是一个很有气质，我忘记顺序，很斯文的一个男生。那怎么称呼？大家怎么称呼？我们先去试一下。先，他不一定想要知道，让大家知道他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先不要曝光。那、哦、我们就直接把它剥开来吃啊，就好笑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了、啊，其实就是提早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，这是柚子，柚子，然后来看这样剥。我要下一趴把它戴在头上，这样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小编把它拿去那个维修一下，维修一下，维修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在讲真的不错。你看我们现在人数到8000人，因为你是不是屌屌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屌屌的？以后我开别的平台实况，我也要这样做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要做一个很大胆的举动。怎样？什么举动？我要开实况。我先不跟你们讲。好，今天不要讲，讲。我收到，我收到。下班再说了。我想要知道你们的反应。好，你们讲，你们。屌吗？我听不懂。屌吗？他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？我又听到了。他脑子有问题，可能连带会有問題。你觉得屌吗？很酷哎、欸！我不，这是创举，没有人就是开实况做。你有听到吗？他没有，我听到，我听到。你觉得是不是智障的行为？不会啊。我觉得很像智障哎、欸，不会啦，是吗？很多人没看过啊。对啊，是不是没有人这样子过？对，就还应该还蛮厉害的。好了，跟你们讲，就是我开实况洗马桶而已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怎么办？它修不好啊。反正那我开动好了，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。它有一个这个小工具，然后小工具，然后那个小工具上面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齿状这样子。然后要挖一个洞的。对，是直接挖吗？这边不是你。把它压下去吧。挖哪一边？挖这边啊，因为吸管会往上插嘛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小心那个皮哦，喷到眼睛，欸、你会吹眉哦。没那么夸张。哎、欸，我以前被辣椒肉喷过眼睛、欸欸，很酷哎、欸，那很辣吧？我差点加电动运动哎。哎、欸，好可爱、喔，这么好用哦、喔。对啊，很好用哎、欸。哦。很好用哎、欸，看我看，很好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很酷，很酷哎、欸。然后我把这块拿出来啊。啊，是要怎么拿出来？把它往上。不行，他没有带走啊。可以啊。用后面这边挖嘞。是吗？你试试看。
好像可以拿出来。好像哎，可以给我们卫生纸吗？卫生纸。哦，对了，应该就是这个哦，这样，因为你抓那个梗嘛，对嘛？你看，我是很聪明，是是是，就是后面我们抓的那个地方，然后、欸、好酷哦、喔，然后往前，好像拔粉刺哦、喔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一集吧，这一集吗？导播是休息的是是，导播在休息机器、欸，你们看，有看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像是挖的，对啊，然后就是进去，然后弄出那个梗，然后把那头拔掉这样。好的，这个用的好深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、哦，好丢啊、哦，好酷哦，你看，就像一个粉刺挤出来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凹个洞的粉刺，哎、欸，很酷哎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他刚那个小编去拿去修理那个机器，就是只是在里面把它做搅动的动作。是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如果拿筷子这样搅一搅，其实也不行啦，他那个比较全面。那你趁现在再把这个挖一挖，啊、我要挖。我要挖，给他挖，给他挖。他只有挖过矿工，没有挖过柚子。有吗？啊、那时候被运去美国当苦力，是吗？是啊，怎么用？怎么用？这样转进去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要不要？小心点，大哥，你要转啊，你不是说转一下？你要有点锯齿，这样把它刮开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跟你说，他只挖过矿工了。真的，就跟你以前子弹装火药的感觉差不多。哎、欸，你们老兵也那个流行弄指甲是？对。有那么硬吗？没有，转进去就好了。哇！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就把你让他连挖都让他自己操作。我让他自己操作啊。所以我要先拔出来再挖吗？我们现在的那个你，然后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我超怕他喷到我的。哎呀，哇塞！我好顺啊，果然是老兵啊。顺顺顺，真的是很顺很顺很顺。哇塞！比高粱还顺，真的。然后这又是一个洞，就是 Sandy 又挖好了。他们在外面大维修。你们是不是在拼七巧板，在拼那个 T 字形？全部回到家，他研究一个机器，好惨哦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不小心掉到地上是？我没有，我这样拿着，然后我看到，我就拿着他的那个头，就转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看到旁边有一个扭的东西，然后我就碰他一下，他就。整串掉下来，然后我就脚一夹，然后就全部接起来，然后就啊，哇，好冷哦，吸不起来，你看，废话，我好想喝，你们是固体，这位朋友，大家都说我指甲很漂亮耶，那你要不要秀给大家看？秀给大家看你的指甲，你可以看六碳，六碳的也不错。对不起，我是空白的，还有我的，接你，接你的，接你的，接你的，我的是血肉的，血肉色。哎、欸，你的手好漂亮哦，你看我手在旁边超黑的，还好吧？啊、你手在那边、欸，有我黑吗？各位朋友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你非洲来的朋友啊，非洲来的，这个不要啦、啊，真的挂掉了，真的坏掉了。那你给我们一支筷子，六碳用坏，你给我好，哎、欸，他很坏，他那边故意说六碳弄坏，六碳弄坏。就是他，就他那话怎么样？大不了多少钱嘛？我看一下多少钱啊？3000而已啦，可以啦。6000多，抱歉呢。哇，哇什么？通告费还不够哎，还不够赔。要来2个礼拜才可以赔得起。筷子，给一根筷子，筷子，我一定要实行吃这个柚子的。我也要喝，我口很渴。在这边好不好？傻眼，傻眼，傻眼啊！你怎么傻眼会把它弄坏呢？不是，我就想说碰一下，它是没有锁，对，它没有，没，它是设计，它可以随时都可以打开，那样好洗啊。哦，就我不知道按到什么东西。好，来，筷子比较好。所以现在是直接在那边吃柚子，我们要吃柚子啊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没有那个机器的话，就你就插一根筷子。你这搅得了才有鬼嘞！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一定可以。你把筷子断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啦，你没有听到吱的声音吗？哎、欸，咕啾咕啾，哎，超咕啾，我的天哪！我一定要吸给你们看。我没看过这么硬尿，我没有看过这么硬尿的、欸。好酸哦、喔！好酸哦、喔！我也没看过，你要往下擦。我也没看过这么硬尿的人。捏不起来啊！你没有擦的地方，我可以把它拔起来啊！超白痴！有吗？不，你刚一吸了，就流出来。竹筷化学物质都融在里面，没有，没关系。你还不是吃便当的时候都用竹筷子，有什么擦？ Okay. 要不然筷子厂商赞助我们麦卡贝啊！这是我们泡过漂白水的，还有赞助我们柚子，因为我们常会拿一些水果来做。好可惜哦，我们需要水果补充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因为我觉得这很酷哎，
这样可以这样想，因为我真的想要吸吸看，因为很好笑，我觉得。不过我在想，它不是那个可以打开，它会它刚下面那个白色地方是有东西可以打开，它可以嚼里面的东西。那、如果它那个柚子太小怎么办？它就开小、啊，它可能要一定的，它应该有一定的角度吧，因为果肉很硬啊，它会挤它、啊，然后就这样。我还想说，你嚼一下它太大，然后直接把它撑爆这样。那哇，小朋友玩具都残暴是不是、啊？整个地板都是。拽屁呀、啊！厉害吗？一定要喝，这是什么怪咖？而且，身体说他没有喝到，我一定要让你喝到。耶、yeah! 啊！快喝喝啦！我们要广告了。一下啦！哦哟！哦，你真的很，我很坚持、啊。你真的很任性，所以我才买任性啊。哎、欸，还蛮酷的这帽。拜托，你喜欢吗？我可以就是买给大家一人一顶。真的假的？哪里来任性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只帽子控，我家大概有200顶那个帽子。我家帽子超，我家帽子也很多，因为我也常买帽子。然后我因为我家没很大，然后我就把它叠在一个柜子里面，叠高高。我也好喝，是不是有喝到？我还打嗝了，筷子拐一拐就好。OK， 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要进广告了。好了，我们要进广告了。下一趴要跟大家一样，跟大家聊的是什么？就是哦，陶丝袜哥来了。对，丝袜哥今天是陶老师吗？听说乔陶老师，丝袜哥今天听说他要那个变不一样，他要变成，他今天穿女装来，不是他今天会把那个内裤打开，没有啦，中间还黄黄的这样，没有啦。好啦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等一下回来。